欢迎收看小李说球，晚十点，王楚钦传来好消息，梁靖昆输球，王楚钦赢球，奥运单打名额，王楚钦又继续领先樊振东单贼打不动的那一个名额。当然大头也没有必要，当然大头也没有必要这个完全这样啊，还没有完全呢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还没有完全呢，因为还没赢完呢，因为还没有赢完呢，对不对？因为还没有赢完呢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个比赛还可以，我觉得还是要看这个德班的表现嘛。德边如果大头表现的更好的话，就应该大头去，对不对？如果德班的话，大胖的表现好的话，那就大胖去。包括21年这个，包括24年的这个比赛是吧？我估计他们俩这个定。我更看好谁去啊，反正我去不了，他俩谁打得好谁去啊，反正东哥现在是免检产品啊，那不还有没有免检，还有好多没有被免检的嘛，没有免检的等着吧啊，行，说到这里啊，再见了观众朋友们，感谢您的支持啊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，多多支持，对不对？再见了观众朋友们啊，我更看好谁，我都看好，没有我不看好的，我有谁？我有什么，我有什么不看好的，对不对？再见。